刘宇宁的彩虹婚纱不火了。得知用这个造型的理由，网友泪目了。刘宇宁的彩虹婚纱不火了。说起刘宇宁，很多人都是非常心疼的态度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在抖音刚开始被大家熟知的时候，他的那种努力，对于音乐的追逐，让网友们都非常感动。经过了7年的时间，现如今他终于在娱乐圈走红，是一件非常让大家开心的事情。他的演唱会《成长风暴》在北京连续开了2场，第一场的时候，有很多粉丝都穿着婚纱去看他的演唱会，只是为了实现他的一个承诺。刘宇宁也是一位把粉丝放在心尖上的歌手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粉丝喜欢他的原因之一。而在这场演唱会上，刘宇宁的彩虹婚纱不火了。当得知用这个造型的理由时，很多网友都泪目了。是因为他为了那些穿婚纱来的粉丝们特意准备的惊喜，真的是暖心到哭。很多粉丝表示，刘宇宁真的太会穿了，非常时尚。